马前总统人还没到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就已经在门内等候，首日访中的重头戏由宋涛在五洲宾馆深圳厅亲自接待，两人肩并肩缓缓走入主座。两岸同胞之间家和万事兴，一家人就应该常来往，多点交流合作。 浓于水，同气连枝的这种感情，而在这里也感谢大陆方面的诚意与善意。宋涛重提家和万事兴，马前总统以两岸血浓于水，彼此使出善意。传出现场人员全被要求做核酸检测，似乎也在为马习二会做准备。 其实从下飞机起，由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接机。就你一走，镜头给你一走。你们又走，你们不用去转了。统战部部长王强笑称镜头都随着马英九转，对台事务的一线单位全程跟紧紧，第一站他来到全球市占率近70%的无人机大厂大疆参访。就连总裁罗振华都亲自迎接，接待高规格。台上您在前方，对，可以了解到像刘敦煌、故宫、长城等等。紧接着还来到中国网络龙头腾讯总部，创办人马化腾全程作陪，还亲手送礼合影留念。不难看出中方铺陈给足面子，似乎也替马习二会在暖身。金星闻综合报道。大仔，静心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静好新闻。